上回输给我不服气吗？上回卡拉 OK 大赛呀，老罗是冠军，他呀亚军。那不是我没发挥出来吗？上上回呢？啊，老年服装模特大赛，我是金奖吧？您呢？银奖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咱们瞧这回学英语。How are you？ 您说的这是英语？啊？连你好都听不懂，怎么跟国际接轨？您这音都不准。你说一准的，我听听。我不是还没学呢吗？这么简单？哎，要论学英语，你不行，啊，各方面我都比你强。儿女在国外留学，啊？嗯，哪国？日本。那跟您学英语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那姑爷还有我们这孙子，那都打美国回来的，随便说一句就比您强。不一定，这学英语啊，不光舌头啊好使啊，这脑袋瓜也得好使啊。就这两样啊，我都比您好使。这不一定，你听这舌头，叫鸽子，不对，你听，我叫鸽子干嘛呀？就舌头，我们说舌头就这么利索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脑子啊，脑子记忆力强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北坡炮兵并排跑，炮兵快点啊！我们放着英语不学，我们学这个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呦，闹的！小雨，啊，是不是你又惹姥姥生气了？不是我，是吴爷爷。哟，怎么了妈？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啊，就那老吴头，拿学英语跟我叫板，哎呦，还那样，how are you？ 这可有点疯狂英语的意思。这有什么呀？我也学。哎，妈。您要是学点英文可对您有好处。哎，人家说了啊，学一门语言啊特别开发老年人的智商。哎呦，哎，您要学点英文啊，到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您到奥运村去打个义工，人家一看，呵，中国老太太不得了啊，双语啊。那我在街上看见一外国老太太，我也能跟她聊天了。那当然了，别说老太太了，老头您也能跟她聊啊。那是好话啊。眼下呀，我先得打败这中国这吴老头，我也得让他知道知道啊，这英语之星还得是我范老太太。这是勇气可嘉，老当益壮了。妈啊，您这种精神绝对是我们全家人学习的榜样。哎，这么说你们都支持我学英语？当然支持。那你们谁教我呀？嘿，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妈，您那英语是不是得从最基础的 ABC 开始学呀？那当然得从 ABC 学起了。那老吴头也是从 ABC 学起的呀。啊，我计划第一步我先赶上他，第二步我就超过他。嘿，您这计划真棒。那东海呀，啊，
咱们开始吧。我可跟那老吴头说了啊，我那姑爷那是从美国回来的，那正经是美国英语。妈，我其实特想教您，可我就是没太有时间。我现在看不出。妈，我也特愿意教您，我就是没什么功夫。我叫他们吃饭。嚯，小雨。哎，姥姥，美国的事儿我全都记得，就英语忘了。瞧这样啊，谁都不打算教我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啊，我们高薪聘请。真是。姥姥，您说您高薪聘什么呀？英语教师。教谁呀？我出钱的，当然是教我了。那让我来成吗？你。我不要什么高薪低薪的，多俗啊！就是给我点零花钱就成。行啊，那什么时候上课？现在成吗？成啊，走。姥姥，其实我特愿意教你，是上个课就记账了。哎，来喽！哎，来了来。哟，怎么还这么热闹啊？是啊，这教材呀！啊，来来，坐坐坐啊！我坐这儿啊！啊，哎，你等会儿。来，同学们好。你就我一个，哪有同学呀？哎呀，您听着就成了，别穿了。啊，我叫刘星。哎呦，我再不知道您叫刘星，您这名还是我给起的呢。哎呀，老师上课之前都得介绍自己，你懂不懂？啊，等等，介绍吧。啊，成，我先给您上课啊。今天我们学好吧，好吧。哎呀，这是中文的好吧？我小时候您教的我，现在我教您英文的好吧？来看着啊，来。All right. 啊，可是自告奋勇要教姥姥的。你不是说能挣那点零花钱吗？我不挣那钱了，行不行啊？嗯，真的？那太好了。这么说你要义务教姥姥了？老爸也没用，做事情要有始有终。你既然都答应教姥姥英语了，当然要把这件事情做完了。没错，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退缩，那样不利于你健康成长啊。再说了，你教姥姥英语的同时，你自己也在复习嘛，对你多有好处啊。嗯，哎，对了，还可以锻炼你呀，换位思考，能体验一下当老师多辛苦。这样啊，以后你上课就不会老给老师捣乱了。自己的坑自己挖。六儿，我的外孙老师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的姥姥同学。这是我的作业。这就是您写的英语字母啊？啊，我稍微加了一点中国的书法技巧。看这 A， 写的跟蝌蚪似的。B， 写的跟糖葫芦似的。这要是让我们老师看见，非把他鼻子给气歪不可。这个重来，再写50遍。50遍，那当然了。
要是真把老师的鼻子给气歪了，就不止50遍了，怎么也得100遍。那您还挺照顾我的。那当然了，姥姥，咱俩的命运可是连在一起的。我要是把您教不好，我也没什么好下场。是吧？所以，我决定，我们的快乐教学到此结束。我要把您当成在校生一样严格要求。行吧，啊，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。50遍不吧？啊，就写50遍。要是再错了的话，再加50遍，再错再加，以此类推。行。拿，不拿，不拿拿。哎呦，这英国这香蕉怎么叫这么个名儿啊？哎呦喂，也是，说了60多年的中国话了，学这英语也不入流啊，没信心了。How are you？ 老婆，这几天不见，您怎么还是这么一句啊？您学几句了？我啊，已经学了很多，正在学着很多，以后还要学很多。您就等着在赛场上甘拜下风吧！啊，别吹牛了。哎，这句你会吗？啊 ，How are you？ How are you？ 闹醒谁呢？在这儿没什么，什么没什么呀？您干嘛呢？哎，这现在可才5:01，哎，您这么早把我们可都闹醒了。一日之计在于晨嘛，啊，干嘛这是？脑子受刺激了？你脑子受刺激了？不是，那您这儿嗷嗷闹闹的，您不怕把孩子都给闹醒了吗？我已经醒了。您看，姥姥，我昨天叫您的是 nothing， 不是闹醒。对对对。Nothing， 什么意思来的？就是没什么的意思。哦，哎哎，妈，您倒是没什么了，我们可都有什么了。刘星老师这么教给我的啊，他说了就得起个大早，而且是得要大声的喊才能学会。刘星，我们老师也是这么教我的。哦，那我怎么没见你天天这么念呀？对呀，怎么没看见你按照老师的要求这么练英文呢？我不是怕把你们都闹醒了吗？我说刘梅啊，什么事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刘星同学的教学活动可以喊停了。要喊你喊，我不喊。那可是你妈，你不喊我敢喊啊？我妈，我当然更不敢喊了。再说了，谁让你撺掇她学英文的？哎哎哎，这好像是你撺掇你妈学英文的吧？我什么时候撺掇我妈学英文了？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你让你妈学好外语，到大街上勾搭外国老头吗？我什么时候让我妈勾引外国老头了？我是让我妈跟外国的老头交流。我认为交流就含有勾引的成分。你这个同志灵魂太肮脏了，你。哎，对，我肮脏，我就是想睡点觉。就不让你睡，切！哎，你没看人家杂志报纸上都说呀，说老年人要是能学一门外语，绝对不得老年痴呆。是你妈倒是不得老年痴呆了，我是彻底歇菜了。
我每天晚上写东西写到三四点，合着我头刚一挨枕头，你妈那边就 nothing。你受不了也得受，今天我妈五点起来 nothing， 这还没记住呢，明天弄不好四点钟就得起来 nothing 啦。你想办法。继续玩。刘星啊，据我的观察呢，爸妈好像是站在宏观角度看待这场教育活动的。如果你要是不把姥姥教出点成绩的话，你就休想过关了。那我泡两天病假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泡几天病假，然后呢就耽误了教学活动。然后呢，姥姥就当不成了老年英语之星了。那你刘星就会变成倒霉之星了。哎呀，天哪！姐，古时候人要遇到这种事的话，会不会上吊啊？我现在就想上吊！我来帮帮你。小点心，你连死的心都有，还怕这点困难？可是姥姥是差等生啊，你让我怎么教啊？作为优等生，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我还是给小雨买冰棍去吧。拜拜。你不就是个差等生？别烦我。仔细想一想，老师是怎么教你的？去吃冰棍喽。耶！耶！哟，今天这铃声怎么有点粗啊？复习上一节课的单词。念。这个我认识。啊，这个我也认识。我让你念，你怎么念来的？我记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全班同学都会念，怎么就你不会？没有全班同学，不就我一人吗？全班同学的课都让你一人给上了，你还不会啊？对得起家长交的学费吗你？哎，姥姥忘了给你零花钱了啊！不及格就是不及格，要不然以后在社会上是会被淘汰的，你懂吗你？把家长给我请来。欣儿啊，你不能这么对待姥姥啊！我这是恨铁不成钢啊！怎么就你记不住啊？上课又玩来着吧？是啃手指头啊？还是惦记着想去外边踢足球啊你？我年轻时候都没踢过，我这会儿踢，我踢得动吗？啊？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呀！看来不严格要求你是不行了。每天背一个单词，增加到十个，一个还记不住呢。从每天听半个小时磁带，改到五个小时。学过的单词抄一百遍，不会给我抄一百遍的一百遍的一百遍。你要造反呢你啊，说了那么多刺激姥姥的话，还让她几百遍几百遍的抄单词，你这叫虐待老人知道吗？还想请姥姥家长？姥姥还有家长吗？再说了，姥姥家长要真来，还不得把咱们家都吓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让我想起网上一段子来。哎，说是有一交通警察抓了一闯红灯的女的。当时那女的特着急，跟交警说是因为赶去给学生教课，所以才闯的红灯。那交警当时一听，毫不犹豫的拿出一本交通规则递给那女老师，然后跟她说，回家学习，现在就给我抄一百遍。为什么呀？是啊，当时那女老师也问交警说，为什么呀？那交警跟她说，我上三年级的时候，那语文老师曾经让我抄一篇作文，抄了1000遍。看见没有，不
是光我一人使这办法，老师都这么对待我们。昨天数学老师还罚我抄公式来着呢。罚你抄公式应该没错。哎，姥姥不见了。不应该啊，这会儿他应该在屋里玩命抄单词啊。不会是顶不住压力离家出走了吧？我顶着压力读了那么多年书都没离家出走，你们不觉得我很坚强吗？这英语明星啊，您一个人当啊，我往别地儿发展去了。不跟我叫板了？我干嘛跟我自个儿过意不去呀？啊，这老年学英语啊，它本来就不是速成的事儿。我改半班了啊，我呀慢慢学。对呀，就等您这句话呢。什么意思？我呀啊，也早就想改慢班了。你看啊，学了这么些日子，就学了这么一句 How are you 还不知道准不准。您到了说实话了吧？本来嘛，您说咱们都这岁数了，是不是叫什么劲呢？就是啊。哎，您这是干嘛的？我呀，我松松筋骨，跳交际舞去了。我跟您一块去的。蹦叉叉，蹦叉叉，蹦叉叉。你在做什么？一句我们都一样，唱一首